本周的主题是大指挥家。K-pop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太监，我是宝杰，我们是太监，欢迎来到太监的秘密花园。今天我玩的游戏呢叫做大指挥家，对，快速的讲解一下游戏规则。好，他来听我们讲。等一下呢，我会放一首歌，让玩游戏的那个人听十秒钟，十秒钟之后呢，他戴上耳机就会开始很大声的播放其他的音乐。我要这个大声程度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超级大声，应该听得到声音吧？就是要听着耳机听着超级大声的其他音乐，对，然后要唱出刚刚正在播那首歌。旁边的大指挥家呢，就要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指挥他的快跟慢。就是这边看得到歌词，那就对，然后慢一点，这样没错没错没错。就我们要凭着我们的 tempo 跟我们数的节拍，然后唱出副歌的第一句，顺利的唱到，我们就是赢。看我们就是可以玩的怎么样？对，然后就我们两个正要比赛，看谁唱的最准。加石头布布，好，你先，好，好紧张哦。然后我们要播的歌曲呢 ，Bingo Bingo， 还没开始好吗？我们可以先听，我们可以先听十秒钟，先听十秒。来喽！一是婴儿哭啼，二是学游戏，三是青春无语，四是碰巧遇见你。回忆着拨开，推开我身体，演出我的风雨。这全是我，那全是你，开过心的开心。看成长的痕迹，包裹我生命，篆刻我的掌印，计算着我，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。一是婴儿哭啼，二是学游戏，三是青春无语，四是碰巧遇见你。了解这个你，沉迷这个你，时间是寂寞夜里，白石坏了意，前世挣扎梦醒，万事贴心离开你，经历这个你，活成这个我，细数自己。唱的还不错，你副歌很准呢、欸。你副歌是音准跟那个进的 timing 都很准。哦、真的真的，太久就不太唱，太久都不太唱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换我挑战了。我帮你选，好，你也听 Bingo Bingo 好了。好，就一样歌嘛。但我对这首歌没有很熟哎、欸。谁管你呀、啊？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这一刻某一刻，
你的光照亮了，如果说你是耀眼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哦、oh, oh, ，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爱像阳光晴落，边拥有边失去，边失去着。Big Bang， 我就唱完 Big Bang 了，怎么样？唱的还可以。真的吗？还可以。真的吗？那我回去看会不会后悔？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讲今天玩的大指挥家的游戏，大家可以一起玩玩看哦。对，大家可以搞一个捧球纠结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好不好？很好玩哦。那个你耳朵先聋掉了。蜜月花园呢，也会拍出这种更多这种搞怪的搞笑类的东西，对对对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，一定要帮我们订阅下去哦。好啦，我们这个频道呢会不定时发片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也不要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这部影片给那些暑假很无聊想玩游戏的人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泰妍的蜜月花园照片逛多多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安妞，再见，拜拜。本地分清楚，今夏的现在，改未来有惊喜意外，相信可爱的平凡女孩，不需太平凡。